其实，哎，不，斑点，喵，公文来了。哎，现在还不是吃肉泥的时间呢、啊？你们干嘛？没有啊、哦，没有肉泥，去吃饲料。现在没有肉泥，没有肉泥，你们三个都过来干什么？没有肉泥，没有肉泥。哦，翻一圈呢，装死。哦，又翻了一圈呢。狂咬哎、欸，要咬我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我要出去吃饭了。好，那、啊、你们自己在家里吃饲料，自己在家吃饲料好不好？好，可以了可以了。呜呜，咬我，好恐怖、哦。可以了，拦路虎是不是？嘿嘿嘿嘿，喂喂，干嘛碰瓷哦？好了，他终于不跟我了。